呀。哦，下北铺呗。下北来说，我爸说给你把那肉弄弄弄弄。叫你看，叫把这个提溜我来。弄弄弄弄，拉拉来吧，人家说叫你送我来。喂，来拉多少呀？这个。不多，姑不多。太多。不多不多。哎呀，太多了，姑娘。不多，这是一个后嘴儿，你看。喂，那太多。把它怎么泡着？看到了，泡着。哎呦，哎呀。太多，哎呀，真是大一块肉，我说的。这是一个后腿，看这肉多好。哦，现在这个后腿啊，然后叫俺妈说叫给你送上来吧，送上来了，你把它先抽掉，水泡掉。不是，跟俺太多，俺吃不了。不多顾，在家里杀猪的，他们那个啥一那个啥一到初六他们都走了，光一个人在家也吃不了真些。你过年你整点干的，你得叫我，然后你得炒菜吃，也剩不了多少谷。俺一个人俺吃不了多少，他们都走了，光剩我一个人吃不了真些。那弄我冰箱，冻我冰箱里吃饭，慢慢吃饭。在家里今天杀猪的，没杀猪是不给你的，杀猪的谷。还是这哥哥说不着，姐姐啊。这有啥事了都是得帮忙，你也啥不说，他喝完肉我弄啊弄，我就应该的。他俺爸说的，一会儿上来给你，把那肉拉拉，然后提了泡掉，这样不得劲嘞。不是一年俩，这一年俩都是俺哥哥说，怎么来这给弄了？我这天说，这样不得劲嘞啊！那是哥说积极这了呗，高高兴兴的过年的，高兴的给你送肉，你咋来是？不是一讲我脸上去吗？听着不得劲了，这两呗。不想不得劲了，听见没？啊？不要不行的。不想不得劲了。送我肉高兴点。哎，高高兴兴过年啊！等我这啥了吧？泡泡了，拉了，等我。你该放了放，该多学了多吧它啊！你脸上不是你给俺肉太多，俺不能脸上，俺不能白吃你要肉不要，俺的。不麻烦了，姑，你要是给挺少，你去俺家那买的吧。我来。咱不是，咱不杀猪是不没不给你肉，你杀猪了姑，这了呗，杀猪了这咱自己的家里肉，这了呗。叫么？你要是不要挺少还不要，俺叫么听也不得劲了，这了呗。不麻烦了，姑，真那啥。嗯。不那啥了。我不拿这个挺少，我不拿姑，你不。抱那啥，你就你要不要这儿我的几个你抱麻烦了，你人家要要钱儿，人都不给你肉了，知道了呗？不是太多，这来呗，不要我不多不多，除了这点，这不多，就这不多。俺妈说的，这一个后腿也没多少，这个也没多少肉。多也多，这来呗。不多不多，你吃完骨啊，你等把它弄弄，放冰箱里慢慢的吃啊。你要是不要这头了，我得去给俺嫂哩。你看俺嫂也不有你，俺是在家里成天。哎呀，你奶奶在家里成天，你看嘛，俺媳妇成天。没事嘞，姑，俺妈刚才都说这姊妹们有啥呀？这姊妹们这来呗，都是亲姊妹们这来呗。那可不是，没有一到这上，没见俺嫂一年啥，我还是不冷，我不是在这喝十多没事，没有这么冷没事。你要不那啥，我得去把这天给俺嫂的，俺嫂在家人家成天骑地里赶上把家石油看家怎么一个。不行、啊，哎呀，你给他也不要，你给他不用你多少呗，喂猪。哎呀，你都没给走会儿呢，光说的。哎呀，我走会儿这样。这那整老娃生是在家里住了几天，给在家整老娃生。哎呀，那不算那啥，你要有在这儿得去那啥的，哥哥说，反正拾荒的，咱能帮点忙，咱得去帮点忙的，我成天说不上。嗯，反正是都在一个村里收拾我了，还是说是谁有事了都帮忙，反正是。嗯，就是说呢。俺哥俺说一年啥了，俺成天接我没接。你咋打电话成天急你就给你丢你这一个背的人这来没顾啊我说还是哥哥说没说虽说我说哥哥说话不多还虽说我说真皮听姊妹们还那个啥一阵平台一个小姑我整天说你这来你看知道了姑啊不要难受了啊我走吧了啊那你过年啥的哦那点啊你要是不年啥还我得年啥我也知道这天儿给你管不能给你。哎呀，你给他也不要，你不给了，这又不是说咱吃不起。啊姑，听见吗？那太多，这来。不多不多，姑，不多，挺好啊。等我，你先把它泡掉啊，一会儿俺爸都上来了啊。行了，一会儿我那啥，我。哦，一会儿了。这肥肉快泡掉。哦，行。真卖的啊。都干啥姑？啊，卖的啊。过时了。可不是吗？大伙不过都卖的。姐，你不要出来了，我什么？我来，那我走了啊。啊，慢点啊。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啊，我知道，有事我给你打电话，一打电话你就突然打去。啊，走了啊，姑。哦，慢点啊。